习惯性流产六次。今天在博元妇产科。今天在博元妇产科。习惯性流产治疗中心。习惯性流产治疗中心。取死胚胎。取死胚胎。我们要检查染色体。我们要检查染色体。检查基因。检查基因。检查杀手细胞。检查杀手细胞。来看有没有习惯性流产的原因。来看有没有习惯性流产的原因。博元妇产科。博元妇产科。是习惯性流产治疗中心。是习惯性流产治疗中心。